近日，在北京地铁东单的换乘通道里，一男子不停地用手触碰一位穿吊带裙女士的臀部。到达东单站之后，该男子又趁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姑娘不注意，用手蹭了她的屁股。随后，该男子上了地铁，用手背蹭了第三个姑娘的臀部后迅速下车。下车后，男子又登上了对面的列车，用手轻轻碰了一个女子的臀部。女子转过头来，却没有发现该男子。或许是留意到有人在注视，该男子并没有继续行动。天气炎热起来了，也提醒姑娘们在公共场所一定要注意警惕。